幾好啊！聖誕節係咪都會喺工作入邊度過啊？今年聖誕？聖誕其實我都盡量會，即係如果可以唔使工作都會。其實聖誕我哋香港電影係會放假一日嘅，係啦。咁我通常都會陪屋企人。會唔會帶埋媽咪去下旅行咁樣？去旅行就可能未必，係啦。咁就留翻香港。啊！我哋屋企人係媽媽啲食火雞，因為話佢鞋雜冇咩好食，都係我阿媽煮喎。嚟緊係咪都忙住繼續為《白日之下》借多啲票咧？喺因唔係我自己都有去做，但係如果可以嘅話，都想陪佢哋借票，因為《白日之下》佢哋都已經第五週啦，就咁所以佢都好辛苦啦，又要飛嚟飛去，又啱啱喺第六翻嚟，咁所以都希望咧俾一啲支持佢哋。我覺得絕對是一個鼓舞咯，係咯，咁希望無論係新導演又好，或者係新演員都好啦，希望可以喺嚟緊為我哋香港電影帶來更加多嘅動力。之後會唔會再發掘多啲關於社會議題嘅電影咧？即係《白日之下》都反應很好。係有一個咁嘅題材，即係正在諗緊嘅。不過我諗寫劇本需時咯，咁希望咧拍到一部大家中意睇嘅。係都想做一個系列性㗎，係咪？未必可能係今次可能未必係講探討一個社會時事，但係可能係探討一個社會現象。會唔會參演啊？到時嘅話就嗰個劇本寫好咗先。OK。Thank you， 唔該曬，唔該曬。